爱吃的食物啊，爱吃日本料理，讨厌凤梨、苦瓜、茄子。不知道，我看到凤梨我就浑身很难过，会那种会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，然后就觉得舌头都要破掉。然后苦瓜不敢吃苦瓜，但是那个苦瓜排骨汤加小鱼干我敢吃，茄子我也不太，就是我会觉得那种很软软的东西，我就很害怕。